什么？你想要人不能，你要先打电话讲讲，无我来知你想不想？对啊，来电话。啊，两百啊。你两百是怎注意啊？是你注意啊，伊注意啊，伊注意哦，伊注意较俗。那你卖吃，那卖吃杂波人，看住住留来，五百块留来。杂波人还会听会闻呢，这大件事很好嘞，五百留来，三块四块两百，两百留来。留来。来这个。不会呀。不用杀吧？你不用杀，会赢钱的。会赢钱的，赚一下。是也是，就回家来，然后回家来，然后这什么生意做两件好就是嘛嘞。你花零也一零做多呀，什么做多花零也一零来呀？什么来？我就把三块钱买，四条的，这个条两条两包的。就两百块钱包呢，就是三块钱，用这买来。还有吗？这个？有。人讲，还有炸无啦？无用，应该来一个来，他说那是蛮好的。好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好。你再来。啊？你再买有啊？鱼味啊，兄。羊肉。我进来。我进来进来。鱼丁用汤鱼来，三百又三包，又三百块钱。鱼肉九百啊，一份五百，那有四份。这五百，一个，三百，小爱，好，这一个五百。我以后。我以后。不辛苦不，小弟，买辛苦好不好？这碗会贵啊！这碗碗才出口才贵啊！今早卖才出口的吼，较俗。二十五只来，五百了啦，又跳五百啦，又跳五百，好不好？好贵哦，当然贵啊！我鱼当然贵啊，一来只一贵而已啦。我鱼都下边很贵，也无分你个很俗啊。主动肯定是实的嘛。朱武庆，我无多甲你确定。一个不就是看我鱼哦。这个好，哎，一包一百啦，一百块。这个，老板，你说这个呀？他吃完。一包一百多少？两包一百五。啊，两包一百五。两包一百五。老板都吃完。不卷哦。一包一百啊。哎。整个包装也顶住十几米了，今天、啊。不是我包好六包六袋了，伊啊，我包好六袋啦，然后给掉你。哎，谢谢。一万一，对，才五号。会去台南吗？目前没有地方。回来一下，哎，郑总，哎，回去来，回去来，回去来。
这是我们赶快回出来，赶快上来。新副长，买五百好不好？好啊，太多了，买300了。好了，300了。来，未来三百，300，又来300，我未来300。六条给你300了，七条给你了，300块了，8条300了，9条300了。有机会外过来。哎，新局长。有新做。这是你们不有？这件还要新的呀，新件。哎呀，我这还有新。别小条。不着不着大条。不是不条，怎么子？不条吗？高条，都给条耶。他们怎么条？对嘛？嗯。你也不信，还要钱？300，赶快来。四位五位来300，大姐来300，四姐来300，贵姐300，高位来300啦。啊，不到10位。无无，因为到连关，几百人到嘿，几百人可能一按都是有点到，连关有点到。来，五个一下吗？我你无讲我爱到，无，加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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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用加班。无。我见过。好，知道你要硬的，人家定位来，你不要偏用，你来不要用，你中，你中爱上班的无要紧啊，老爸老母叫囡仔来买就好了。你也不要偏的哦，你小姐爱用硬啊。哎，绝对不是你啊。750加500，3200。买听我扯小，会使啊？迄种的，先付20万动用金啊，我叫好多帮你扯啊。正常好，正常。这个你适合，这个有加高粱的，吃这个。对啦。酒量好的吃两条就醉了，酒量不好的吃一条就醉了。100块呢，多少呢？100块呢，很好吃啊，昨天才吃的，3块钱呢，好不好？你做生意要相信我好的品啊，小姐姐。反正时间差不多啊。什么？你反正时间还能差不多啊。磨刀。哎，这个怎么卖？磨刀。你不用摆好不好？来，你看，这地方等出来，地方产地，地方生就是。不用杀，回家吃汤就可以了。要杀。不用杀，杀干嘛？这个不用杀啊。要吧。这边抬啊，这边抬呀。你干嘛要杀？这边抬。好，你拿，你还该不抬抬五百了嘞？五百块，五百呀？五百代表，太多了哈。你袂使讲你排行榜上第一，第二。这礼拜无做嘛，八点，礼拜无来嘛，唔知，唔知要做啊。
啊，来个油条，我感觉这边嘞。卖哀卖哀卖哀，哈哈哈哈哈！对不？平起吧，把火烧到那声，佫唔来。有一个是不是讲伊袂记摕水饺？没有卖水饺啊。无。没有啊。有记摕水饺唔搞胃啊？黄晨彤。今日无卖水饺啊？无啊。卖水饺会去黑啊？对啊。无啦，无。今日无水饺呢？水饺你是？你是记去倒位场去啊？人机无好，直接卖袂起钱哩。赵乔伊，哎，好啊，乔伊吼，这个账号足久无看的啦。那拜礼直播那只，一寡账号无看，拢常常走起来。拜礼直播有直播啊？哎呀，乔伊，你等一下，你姐也搁出来给你登。等一下，你姐又跑上来。哎，文一早。两个礼拜没有来。两个礼拜。你看路看到无？拢记条条，两个月无来啊。天气，双天公公，我不是用干你啊。我是因为光明自身不，一点都没有信用。无信用。我讲，咱是无来的，那是拢来去半路回荡，要这边去哦，无来的。干你啊！你讲这种假废话。没有海瓜子，瓜子没有。没有。来所以我就讲啊，所以我就讲，咱来做黄昏时，冻袂掉，咱就做黄昏时。不是不是，系啊，红线拍车，你讲不一样嘛拍车。我跟你讲，最简单嘞，你归去吼，安怎知？困较饱，上台北市拼一拼就好啊。困较饱，台北市拼一拼啊。今早起出来，去就去看去啦。往平房个车来，坐坐车嘛，做咩个？水平系几多？对，有小一五。这没骨头的哈、哦。没有。刚才有两个杨文义啊，被两个人。来啊，杨文义的。他们两个女的好，对。红五小姐，好不好？这怎么卖？大家都嫌太多了，三百就好了，三百六了。大家要买一百，大家都嫌太多了，三百块就好，三百六。这三百。哎，来了，下来了，然后这个我包回三百，八，六点五八，五八我给你。这一种的呢？这一份三百。能不能去内湖？三百六。阿妈有乌鱼哈？不是讲我们过去都会使过。新增哦，新增算台北市吗？不是吧，新北市吧。我去看一下，伊输了袂？哦，我即摆上侪人在遐咧 argue 的是，当时呢拢买你买台北市，对不？我讲真的啊，你若要挣的话，你就卖挣透早，你挣黄昏市场就好啊。过冬安休困。过冬嘞，过冬袂休困。啊，你拼礼拜嘞？大火了。这个袋子啊，我讲画一百年啊，你我这，你网都说画，我画一百，画一百，还有可能画你一百，你赚八千毛你是嘞？你看你看这一片来画一百，我真省钱，卖我你。我这一片来，我仁和这边是竹东，竹东。啊，这个我，这不是个鬼。天龙果不要去，为什么天龙果不要去？
老弟，老弟，让给他点烟。啊，我挂我这个，挂我这个。150，两包。没有啊，忘了。中央市场仁和这边中央市场。